近日，肯辛顿宫宣布哈雷王子与梅格汉·马克尔将于2018年5月19日举行婚礼，地点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。此前，英国诺丁汉哈利王子和未婚妻梅格汉·马克尔访问诺丁汉并出席世界艾滋病日慈善活动，两人甜蜜挽手，十指紧扣进行恩爱。梅格汉频频撩发，手上的订婚戒指抢镜。当时两人就被爆出将于2018年5月举行婚礼。英国哈利王子与演员女友梅根正式订婚，英皇室宣布了消息，称将在明年春天结婚。伊丽莎白女王在她结婚70周年的一周后同意了孙子婚事，哈利也获得了女方父母首肯。两人通过共同朋友介绍认识，于2016年夏季开始约会，感情稳定。梅根比哈利大3岁，毕业自美国西北大学，2013年结束了与监制前夫伊格森的婚姻。他与哈利从前交往的对象截然不同，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除了是美国人外还是混血儿。梅根的母亲拉德兰为非裔美国人，而父亲汤马斯则是荷兰与爱尔兰裔美国人。当初梅根会走上演艺之路和从小耳濡目染不无关系。事实上，英国王室迎娶离婚女性早有潜力。哈利王子的父亲查尔斯与戴妃离异，迎娶撇下老公的青梅竹马卡米拉就是最好的例子。